啊？你今年十八岁，你的脸皮真比我还厚啊！真的，这脸皮太厚了。啊，什么？特意来看你的，开车十一个小时。从哪里过来？从安徽亳州。安徽。安徽啊。嗯，安徽是河南的，从河南过来的。你想唱啥歌？啊？你想唱啥歌？干就得了。哎呦天！直接一来就干就得了。我天哪，来，你来两句吧，好不好？我刚刚想走，别，你先别了。我们这个地方其实真的不太安全，因为你知道为什么他们在这不安全吗？如果万一前面的人一挤，就会压到小朋友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大家一定要，小朋友不要坐到这里，真的，我怕真的太危险了。后面的人一挤的话，后面人不知道就往前挤，就会小朋友会挤到的，真的是啊、嗯。你什么？握了手就走，握个手就走啊？你从哪里来？河南。为什么握个手就走？不唱个歌吗？啊，来。那 hello 你好，好喜欢你啊，太喜欢你了。哎呀，我发现我现在最近喜欢我的人都是大姐姐啊，大姐姐特别喜欢我啊。我也喜欢你，抱抱。啊，你好，来你唱一句啊，你唱一句干就得了，预备去副歌部分，我不跟你玩。哎，慢点，你真的不能这样子，这位哥哥。你就他前面这个人好可怜，嘘，你不是你要控制一下你自己，来这样子啊，因为前面这个小姐姐，我刚刚看到她被你吓得，你知道吗？你一叫她就吓得，她在你前面压力好大，真的。好的，来，你来唱，你唱一句，不是，你要先唱一句给大家听一下，好吧？时光一去不回头，谁能甘愿为你等候？聪明的孩子，别再啰嗦，干就得了。别再啰嗦，干就得了。呜！哎，这首歌，哎，等一下，我问一下西安大唐不夜城的管理人员，这歌能唱吗？因为上次我唱有些歌，他们说不适合在这边唱。来问一下，来这首歌能唱吗？谢谢。他不在是吧？管理人员不在，那我们就偷偷的唱吗？因为有些歌他们说不太符合这边的这个气氛啊，所以要有些歌不能唱啊。完了，我刚刚想找个小哥哥的，怎么一下找了个小姐姐？家人们拍拍手好不好？可以吗？谢谢。可以吗？来吧，可可图海了吧？不，谢谢。干就得了，来干就得了。哎呀，太难了。50万人了，马上到啊！来，可以是不是？好吧，等一下再找小哥哥吧。等一下再找小哥哥，唱完这个了呀啊！因为现在来我们这个直播间的人太多了哈，想来躺一大舞台的人太多了，吹牛了就开始。好的，来，有请这位小姐姐把耳机戴上啊！哎，我怎么记得我有一件这样的衣服？同款吗？同款的，真的有一件这样的衣服了。50万人了，来。谢谢大家。好的，来干就得了啊、嗯！准备好了吗？干就得了。我一看你就是属于那种，哎，你把这个戴好一点，等一下一下就掉了啊！我看你就是属于那种热情奔放的，你在台上是不是也是这种？我属于爷们儿型的。爷们儿啊，跟我差不多。你是想一个人唱吗？咱们俩一起唱吧。那我们俩就比谁更爷们儿，好不好？行。来，等一下你们要选出谁更爷们儿，好不好？好，来看我们两个谁更爷们儿。来，榜八榜九是咱们自己公会的主播啊，李向北和小鱼，点点关注啊。好好，来干就得了。来，等一下评出来啊，我是一号，他是二号，看看谁个爷们儿，看看谁个爷们儿啊，好不好？准备了啊，来，谢谢。来，我再看一下先，等一下你别走啊，我先看看他们都说谁个爷们儿，好不好？一号更爷们还是二号更爷们？告诉我啊！来，直播间的朋友们扣起来，觉得我一号更爷们的扣一啊，二号更爷们的扣二，来，谢谢啥呢你？谢谢直播间的家人们，也谢谢咱们现场的好朋友，谢谢大家。完了，满屏的二，你该开心还是该开心呢？这个二有点那个啥了，二，真感谢大家。哎，你有抖音号吗？有，叫什么？户外歌手月儿。哪个月？月儿是个月儿，月一个对王字旁加个点儿啊。户外歌手月儿，
哎呀，我天哪！户外歌手玉儿的关注点一点啊，你们可以在抖音搜索一下“户外歌手玉儿”，点点他的关注。在榜几？点点他的关注啊！谢谢大家，谢谢直播间的家人们，谢谢。好的，好的，这带不稳，是怎么回事？拿走啊！好吧，点点户外歌手玉儿的关注啊，好不好？我一和二都想抠。行了行了，那就让我做个小女人吧，真的是。让这个小女人来个男生好不好？哎，那里有一个双胞胎耶！啊哈，哎，刚刚有两位女生上来了，我看到那边有一个双胞胎的男生啊，而且我能感觉到旁边的姐姐很喜欢他们，一直在跟他们拍照。然后我问一下姐姐们，来。问一下这姐姐们，姐姐们，你们是认识他们吗？是喜欢他们吗？你是他的粉丝啊？两位兄弟的粉丝，我专门从外地回来，今天下飞机，明天就走。然后呢，你是来看他们俩的？哎呀，我天哪！我怎么可能生气啊？我只是心里有点嫉妒而已。好的，你们是来自哪里啊？我们来北京。北京呢？哎，你们真是双胞胎呀、啊！